大家好，今天家里面宰猪啊，宰12头跑山猪，上午宰了7头，然后下午宰5头，订单都接完了，然后我们赶紧把这个猪啊全部宰完，然后明天给大家发出去。有些人可能就更加喜欢吃这种带肥肉的，就是我也喜欢吃这种带肥肉的。啊，这个是排骨的位置，油费厚一点，但是我们是搭配发货的嘛，就是一坨这个前腿肉，一坨后腿肉，然后再带一坨这个五花大排，这么发货的。你看，这个就是瘦肉多一点了。